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。2001年40集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以主人公七爷白景琦的一生为主线，在讲述家族兴衰的同时，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百态和中国社会的大沉浮。剧中人物众多，而且个个性格鲜明，以人物为故事增色，以情节彰显人物个性，二者相得益彰。作曲以京味儿的京剧音乐为主线，大胆运用了戏曲舞台的音响效果，独创一格。被誉为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赵继平曾说，这是他和郭宝昌导演商讨后进行创作的，要的就是京腔京味儿。被大宅门表现出的浓浓的京味儿让人觉得过瘾，而宅门里折射出的社会变迁、人性斗争、世相百态，从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背后传达给观众，让这部戏有了历史人文的深度。世界都像。